特色的，是据点里面他们会办一些像什么民俗活动的这些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在社区里面，可能初老的一些长辈来当志工，在据点里面带领更老的长辈来做一些活动啊服务。那我们这边读书还是会由我们自己的人员来做这个服务。影片我就介绍到这边。那因为我们之前有跟那个卫福局有一些老师有上过课，他是说像长者有时候在用餐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比较容易有一些就是肌力的变老化之后，我们的肌力会比较容易退化嘛。然后对叠，这几个动作其实